小伦，欢迎大家回到神的家 ，Welcome home。沙伦就是平安的意思，当你踏入这个会场的时候，主的平安就已经临到你的生命。让我们回到神的家的时候，卸下我们心中的重担，一起期待今天神给我们的祝福吧。你生命中除了家人以外，是否有人陪伴你一起度过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呢？小组就是神给我们的小家庭，或许我们不是来自完美的家庭，但上帝却把一个适合的属灵家庭赐给了你和我，让弟兄姐妹互相扶持，互相鼓励，共同承担一起在基督里成长的地方。除了神的话语彼此鼓励建造外，小组团契的各个活动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多姿多彩哦。我们有学生、职青、家庭、商人、媒体艺术小组，赶快加入我们吧。下周我们的读经进度为《撒母耳记下》21-24章。不管你在什么光景当中，神都会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来对你的生命说话。加油吧！等一下，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 ，Hello， Pardon。Hello， 果果啊，你可以叫我去教会吗？你要知道我真的是很忙的，真是别打喊了，真是太忙了。啊，就这样子了，拜拜。Sorry, I don't understand Chinese and I think I should be sitting here. Sorry. 我是说那边还有其他个位置你都可以坐。I'm sorry, for the past 10 years I've been sitting this seat, so I think I need to sit here. 我觉得可能你要坐其他的位置哦。I don't understand, sorry. I really don't understand, okay? 然后 that's not my problem, excuse me. 什么东西我要坐呀喂 I don't care.你快点坐开啦 ！My pastor is going to stop. 我跟妈妈同我讲，我坐呀，喂，我爱喊，爱坐先。你坐我讲，我坐，你莫吵啊！你今天我坐。Can you please? This is my friend. We are the army of God. We are the army of God. Burning the fire going.要不是我相信耶稣，今天我的人生不是死在棺材，就是睡在监狱里面，还在卖淫的集团里面，还在黑社会里面打黑钱。是耶稣基督。当 CO3 还在继续跳的时候，这边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看着我，看着我。当时候我也跟你们一样，从位置走到台前面来，做这个简单的祷告。虽然等下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会发生什么闪电雷轰的事情，但是你要相信这个简单的祷告能够改变你的一生。
上个星期有去印尼泗水参加 NYC 的弟兄姐妹向我举起手，哇，还真的是寥寥无几。但是没有关系，神还是要把那福星的火焰带回来马来西亚。虽然我们不能够把整个特会带回来，但至少我们带回了哒啦 Revival Story 的 CD。 有兴趣者可向 CYC 贩卖部购买，存货非常有限，所以先到先得咯。哇，恭喜我们嘉文文终于发行新专辑咯。而下周六十月十日晚上7:30将会有爱就写在这新歌见证分享，当晚也将售卖文文的最新专辑哦。虽然我们不是演艺圈之人，但上帝使用每一个 Army of God 进入不同的领域，让人看见他的荣耀。让我们一同支持我们的属灵家人。我们的家又有喜事啦，恭喜伟雄和 Gloria 于10月3日正式结为夫妇。让我们为这对新人献上最大的祝福，愿神的爱更大的彰显在他们接下来一起携手建立的新家庭吧。别错过我们教会的11周年庆，这绝对是我们的荣幸，一起来见证上帝在我们当中奇妙的带领。别忘了把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带来我们当中。 Let's party in the house。今天的家事报告到此结束，敞开我们的心，一起来预备领受上帝的祝福吧。下周再见啦，拜拜。